是没杀潘金莲，反而把潘金莲视为己有。等会儿啊，这曾都来了，一会儿潘金莲，一会儿潘金莲的。你们是要看哪个电影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吧，一起看《烈焰之王》。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是在一块儿的。别说，别说，这是哪儿来的烈焰之王？烈焰之王。啊！哎哎，你这破皮呢，得用酒精消消毒。不是。修修脚吗？修毒？那不修修脚的？哎哎！你是哪一个？你小孩似的。我去，真的不许翻过来，王哥，你去，你去吗？凭什么呀？公司搞什么呀？搞，这不是耍人玩的吗？小点声。不是小点声，不是小点声。就是。刚才是哪里的口音？我怎么小声了？怎么就买傻子流星雨了？我怎么小声啊？我怎么小声啊？我怎么小声啊？